一样拿着工具出门画画。只见男子挥动单身20年的手，一个方坑就画完了。女友看到后就坐在踏板上欣赏风景。男子看到女友坐在坑上还一脸懵逼，询问女友是怎么坐上去的，这明明是画的。为了证实是画的，还提了一桶水把画冲了。男子觉得不可思议，于是第二天又画了一个障碍物，把自家小狗放路上，只见小狗从画上装了过去。男子决定自己骑车尝试一下，只见男子直接从画上压过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